呀！哎，看起来像那个哦。啊，有了，闻闻看，闻闻看就知道什么了嘛。啊，闻起来好像大便哦。笑一下嘛，好好好，待会再有任何电话来，千万千万不要再接了。好了，去那边走。对，半导体准备大便。好，那不去了。可是他们家马桶坏掉了，那就憋住。他已经在洞口探头探脑，快憋不住了。好好，用你身上那个空保护罐去装，去去去去去。爸爸，你回来了。喂，有人来怎么办呢？两个字，装死。爸爸，人家好想念你哦。喂。我还没认错呢。爸爸，你干嘛唱洋洋叉的声音啊？因为爸爸最近在变身呢、啊。爸爸，你的啤酒肚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因为你马上就要把孩子拿掉。不是，因为又要再贴近人，肚子会热胀，很缩嘛。可是，爸爸你。因为晚上声音传播比较慢嘛、啊。爸爸，人家肚子好饿哦。肚子饿就吃饱露吗？饱露，饱露是什么东西、啊？饱露哦，饱露是一种人间极品，杂木甲哎，养颜美容。杂木甲，赶紧准备我流啊！好，来，爸爸喂你哦。等一下啊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我干脆是留给爸爸吃好了。爸爸，我来喂你。爸爸，我好累哦，你自己慢慢吃好了，爸爸去睡觉。为什么要吃饱肚啊？